好，又是落水咬啊，这很夸张，而且还是双攻。恭喜甲哥，哦，这次比较配哦，哦，这次比较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好久不见的虾干泥。我现在在台中的沙鹿，我在这边发现了一个用虾干也能轻松玩的地方，而且这边水还蛮干净，环境也是很清幽的。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呢？我们事不宜迟，马上来 go。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鹿的南势溪涌泉，这边非常好下切，看这边都帮你设好楼梯了，你就直接沿着这个楼梯走下来。对，钓点其实就很近，楼梯一下来马上就到钓点了，就是这边咚咚咚神秘的桥下的一个地点。那这边要下竿原因是因为这个天花板，如果你杆子太长，容易打到上面，就会断杆，很危险，所以用虾竿刚刚好。那我们就马上准备钓组来开钓咯。今天用的饵料是这个绿绿的，我自己混的啦，我就去买这个连巴达综合饵，好，混上雪花粉。对，我们这两个混在一起，还要再加一点淡奶粉这样。味道有点复杂，酸酸的又香香的。那我就来试试看可以钓到什么，因为这边也是第一次来，不知道会有什么鱼咬。那我这边的话是钓是一钩触底一钩漂的，它这边其实算是一个蛮干净的地方，因为我看前面往下那个在后面下面有人会有很多人在那边洗衣服，跟那个我们淡水石门那边的那个老梅溪还蛮像的，只是这边比较窄。好，落水摇，落水摇，落水拖走，怎么呢？我们的阿福，耶，阿福，我们的淡水好朋友阿福钓鱼吧。好，我们就把它们放进我们的温馨的小家，小鱼之家。好了，继续。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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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。又是一个落水，哇！这是我们的阿福，我们的阿福洞入洞房，哇，这个饵很猛哎 ，Go！ 好，好，又是一个落水接走，爆咬爆咬，阿福，阿福。耶、yeah, ，爆摇爆摇，好、哦，又是落水摇啊、哦，真的很夸张，而且还是双攻，噔噔噔，老板饮料一罐，双攻阿福，哎呦，哎，嘴巴双攻阿福，哇，咬到翻掉了，哎呦。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！哇，哎呦，哇，迷你小朋友都来露水咬，哇，哦，哇，又是阿福接走，阿福，你不要这么凶，哇，太夸张，哦哦哦哦哦哦，看。哇，断掉！哇，断线！哇，遇到怪物了，下面有怪物。刚钓一波后，他们现在比较冷静了。我来看一下，我刚才那一波钓了几只，需要多给大家。
漏掉刚才几只比较小的，我就把它放回去了。里面现在有八只体型比较 OK 的。接下来我们换，因为大家都钓贴底了嘛，那我现在换钓漂的，看看会有什么鱼来吃。换成这种溪流的溪流标，看会不会有什么怪东西。该有一个怪东西在那让我断线了。小只的小朋友，蝈蝈，哎，这只不小哎，其实有一只蝈蝈，满满的蝈蝈，好，哦，恭喜甲哥，哦，这只比较胚哦，哦，这只比较胚，咦，下面下面，乖乖乖，哇，这只，哦，原来是车祸的阿福。哇，这是比较大，车祸的阿福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来清点我们最后的鱼货吧。来看一下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这是咬得不错，十几只的阿福住在这个桶子里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放走吧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